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嗨，我是鱼一只兔，很开心在这里又看到了你，欢迎回来。今天的影片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你是中二病吗？你的手机桌布都是动漫的吗？有时候你在找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发现啊，好新的那种新番呢、啊，桌布非常的少，然后又或者是没有呢，或者是比较旧的番，找不到资源呢？今天要介绍这一款就是手机的动漫桌布，那它是免费的，那你可以从你的商店里面下载，链接我都会放在更多资讯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那就来去看看这个 APP 长怎样咯。来说说这个 APP， 首先它是需要看广告的，它就是可能你滑一滑，然后就会有广告出现，不知道几秒了。然后我在滑的时候，广告的这个量算是还 OK 的，没有说到很多，但也没有说到很少，就中等中等的这样子。那它是比较热门的或者是比较新的都有出现，那有一些就是资源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点，那比较热门一点的话，它的资源就比较多一点点。那操作也很简单，你可以把它储存，或者是你可以当锁屏，或者是你的桌面都可以使用的，操作非常的容易。就来看看操作以及 APP 里面的内容咯。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桌面上的这个，那这个是我在 Play 商店下载到的，然后打开来是有很多的动漫的手机桌布，那我觉得蛮新的，像是这个之前很红的这个《鬼灭之刃》也有，然后这个也有，然后你要美女的、帅哥的都有，非常多。这个是最新的新番，它也是都有出来，是蛮多的。连很旧的那个黑执事啊也是有的，这个也有，这个超好看的，帅哥吸血鬼超喜欢的，蛮多种的。我觉得就是当初看到觉得说哦，它好多动漫的手机桌布，然后而且有很新的动漫或者是很旧的动漫都有。你看我滑了这么多，连这个排球这个也有，然后这个算是蛮旧的了吧，这个凌波凌这个算是蛮旧的。然后你看里面点进去又这么多，然后猎人也算是蛮旧的了，蛮多的。有些我是看看的，然后叫不出名字，知道他很熟悉但是叫不出名字。总之是蛮多的，连这个小学生、死神小学生也都有，然后黑执事也是有的。然后到这边最底了，那我们从这边看它就蛮多的，超多的。然后你可以把它当成你的手机桌布，还蛮多的嘛，这个就好多，有的会很多，有的会很少，就看热门度。这个就比较少了，这个也算是多的。然后这个就算少了，然后这个妖精尾巴吧，这个叫妖精尾巴也算是蛮少的。然后这个黑执事就偏比较多一点点了，这个我没有看过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这个也算是偏多的。然后沙老师算，我觉得这样分量算少了。这个我也没有看过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。这个算是少的。这个还蛮少的。总之就是找你喜欢的。那这好可爱啊。这是来点那个什么兔子那个吗？然后这个
那如果你要运用的话，比如我想要这个，那你可以储存这个很像磁碟片的，就是储存。那你要给它通过，然后或者是你按这个，然后这个就是首页跟锁屏的，跟锁屏跟就是两个一起的。那通常都是用桌面的，然后这样就有了。然后你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超大的一个人在这边。然后如果你不喜欢，你再换就好。它有广告，广告五秒钟短短的。那你就可以继续再找你喜欢的。但这个桌布你就要小心，就是因为我的桌布它的字是白色的，所以你要选择一些不要是白底。如果你选择白底的话，你字就看不太清楚了，除非你要换主题的、或是你的那个桌布的字可以换。看一下小学生的应该蛮多的吧，我觉得还好耶。我要来一个帅哥的桌布，死神也蛮多的哦，收回，还好。总之你就会，它都是棉被的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看你喜欢的，然后没有什么绅士图啦，都是很正常的图，然后都蛮可爱的。哦，这个好可爱哦，最后一张这个好可爱哦，这个吃饭这个好可爱哦。然后看看那个黑子篮球呢？啊，黑子篮球没有单独那个二号的，二号超可爱的，但就没有单独。篮球这个呢？啊，不，排球这个呢？这个算多了、排球这个算多了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这个呢？算少，刚那个算少的。如果你是蛮中二的人，超喜欢那种中二桌布的话，又不知道要去哪里找的话，这个我蛮推荐，因为主要它是免费的，然后那个张数也是蛮多的，然后你要比较绅士的、比较萌一点的都有，像这种可爱版的也是有的，所以我还蛮推荐这个的。火影忍者，这个好像就没有很可爱，比较一般一般的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好像也是新版吗？好像是，不是，这好像已经是旧版了。我想到另外一个番去了，这个也蛮萌萌的，蛮可爱的。然后这个天使，字天使吧，我没忘记的话，好像是叫这个名字。然后这个嘞，这个是黑色四叶草吧？这个黑色四叶草的桌布就算蛮多的。我要看我那个吸血鬼这个。蛮少的，新番就比较少。这张蛮帅的。然后这个是地狱少女，比较旧番的话会比较多一点点，也是要看热门程度啦。你有喜欢哪一个动漫吗？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然后你觉得你的动漫的东西会算是多的吗？桌布算是会多的吗？然后是比较萌的、比较可爱的，你喜欢也可以在下方留言，让我想看看你的想法。我是比较偏爱那种萌系可爱的，《鬼灭之刃》。哇哦，这个放招式都蛮帅的。蛮好看的。都蛮中二的，尤其放招式的时候，我觉得蛮中二的。然后弄成你的手机桌布，我觉得蛮中二的。迷豆子的应该蛮多人喜欢的，而且这张萌萌的，萌萌的卡哇伊，好
都迷豆子了。好，这就是今天介绍的这个桌布，然后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然后还是你有更推荐的动漫桌布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，那我都会去看哦。你觉得这个 APP 怎样？有找到你心仪喜欢的动漫的手机桌布吗？或者是你有推荐哪一个 APP 也是动漫手机桌布，更多更资源不用看广告的吗？或者是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留言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爱心。我是鱼一只兔，希望你看完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